目像伴郎团一样。明天录节目，我就告诉张敏，确实跳得比他好，真的比他好是厉害。关键你那个小点，我觉得卡得特别准，而且他动作贼干净。不是说非要大动作，就这种小动作的舞蹈考验那个功底。不愧以前也是 dance 名人。别闹别闹！哇，唱跳歌手。别闹别闹。我那东西有年代了，都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了，不是？哦，真的真的跳得好啊，特别棒，特别棒，优秀优秀。哇，一下子就挺好的，挺好，一下就松下来了，多好呀！你这个真的也是自己作词作曲，对，多好呀！就我觉得，任何的不，任何的作品起，你适合这个作品的状态，他编的也很好。我之前的话是像张亮老师、楚生老师、苏欣老师这种老师。就根本不敢会去找他们主动聊天，但是就接触下来，前辈老师们他们也都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我其实从小听老师们的歌，我不太好意思说，真的，小时候在电视上看，我俩刚才在那儿偷摸小声的弹姑娘啊，就是因为我高中听我班同学弹的第一首吉他曲就是姑娘，然后我就因为那首歌非常想学吉他。我们在我们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根本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先。有机会来到北京，然后再碰哪个活动或者是怎么样子，一旦遇到一个所谓自己喜欢的前辈或者喜欢的乐队那种，哇，就是很腼腆的过去，然后去给他们交流一下那种。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就是老中青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节目，没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一些声音，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代人跟一代人的音乐人有这样的交流的一个舞台，朝阳打歌中心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把后面的重任就交给你了，真的是谢谢老师，谢谢。火星电台老师们就跟我拍了肩膀说了一句，以后得看你们的了。觉得我好感动，他不仅看向我，也看向了在场每一个，年轻的音乐人们。我们是再就业，但我们不希望你再就业，我们希望你一直就业。哎、老师、啊，你这么讲，谢老师，谢老师。我觉得这种跨代际的音乐交流是非常好的。哇，这一下起火了，感觉。无论你是20岁，哇，40岁，甚至60岁，它可以跨越年龄、跨越成长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性别呀、啊，不同风格的歌手在一起碰撞。Red shoes， 我踏着音阶。有音乐才华的人彼此联动。好，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更希望促成的场面。做制作人也有自己的团队，欢迎大家找我这个现场可以拉活的啊！啊，我们也有团队啊，团队都在现场，哦，都来了，都来了。老师们，找我下单。那个莫毅也很会写啊，然后那个咱火星电台的哥哥们呢，反正他不打折啊，但是他一分钱一分货，现场肯定有保证，对不对？可以打我，但是不打折。买不起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啊，我便宜。好想给你们写歌，真的吗？你们现在就是武清捂着这个我也认识，李佳佳、欧阳成曦、冯若航、金子涵、李思阳、刘嘉欣和龙运竹。傅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觉得那个画面是非常完美的。那作为店长看到这一幕很欣慰，一切都是因为打歌中心为起点而去团结起来的，这样一个很温馨的又充满音乐感的 family。好，我们朝阳打歌中心的这个本场的打歌就结束了，对吧，小黄？是的，如果现在还没有把名片给出去的打歌仔，当下可以送出自己的名片了。不用怀疑了，谁呀、啊？那我们来投票吧，投票吧。第一个，陈楚生老师。我没来。王铮亮老师。宋雨宁。最后一位。好，给吧。怎么办？都很喜欢。我也是。谁唱的好听你就给谁，也不用排字论辈，你也可以给火星，你也可以给莫一。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特别是他的那个歌词。你知道你哪块最打动我，就是像这种标点符号，因为我们真的很在意就这种小细节啊。我也比较对，像这种前面空一格，然后这个地方在这，然后后面再空一格，然后在这啊，对对对，那个都得空上，对对对对，不然语气是不一样的。对，就我们，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真好。这知音，知音知音了，是不是吗？知音。你现在就给了呗，就先给他吧，要不？不是，你不直接给 name 吗？啊？你不是给 name 吗？我们还是觉得你的歌好听。已经决定了。
还是觉得你的歌好听啊，兄弟。老师，把它剪成十份，对不对？哎呦，没关系，谢谢谢谢，特别喜欢您的歌词，感谢。我觉得您的歌词是有时间的，谢谢谢谢。老师，我们内蒙真的很喜欢您，就是您的舞台特别的像演唱会的感觉，而且设计特别好。感谢感谢，天哪！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没想到是真的，你们会喜欢，超级喜欢。有没有人曾告诉你爱你？谢谢谢谢谢谢啊。哎，你们俩互赠名片是吧？真的，真的。哎，你给我了，好。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要回去了。但我不一定会给你。老师 ，respect。哇，谢谢。谢谢。哎，快过来。谢谢。我喜欢，我喜欢你们。我们对你的歌也都真的非常喜欢。谢谢，谢谢，谢谢。